请问男人和女人约会最好的地方是去哪里？我觉得谈恋爱也好，相亲也好，约会不要去电影院那种不务实的地方，要去就去游泳馆。第一，经济实惠又不贵；第二，你能看清他的身材；第三，不论他化再厚的妆，从水里出来那都是纯素颜。最重要的是第四点，在游泳馆你教会他游泳，省得结婚以后他问你，我和你妈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哎呦我的妈！请问你上完大学有什么感受？那么说嘛，我用姨妈带的钱去上大学，换了姨妈带的书。毕业后，我用这些书去还钱，我可还不到一个妈带。哎呦我的妈！